我只对你这样。哇，那我想知道你的。他就会帮我做某些，他就说他只有对过我这样子。然后会讨厌他吗？我觉得很假，很假，听到没？有些男生女生，假，我只对你这样，说的没用，做的才是重点。你不常跟我说对我这样吗？贬你吗？我只对你这样。我而已，我跟你讲，通常说我只对你这样的人，一定对其他人也这样做。我跟他只是朋友，你没有？我有啊，没有啊。我跟他是朋友啊，其实不是啊。哦，差点多，多有故事的男人。反正是高中的时候，就那时候要冲刺要考试，有个人就说，哦，没有，我就去读书，我跟他只是朋友。那就后来发现男生有喜欢女生。信你个鬼！我信你个鬼！我这是为你好，比较像是亚洲父母会对小孩讲。对，我是妈妈。我被前任伤很重。我是听过我女性闺蜜说过。等一下，你有闺蜜？笑死！没闺蜜。还要报名？出来认领是不是？我交友软体删了。有遇过有人讲，他就是说他已经删了，可是只要一吵架之后，他就会下载。哇塞，太渣了！等我忙完就交往。我是对别人讲，我也是对别人讲，哪一个？你真的等忙完吗？我真的在忙啊，都我还在考虑啊。没事啊，就是年少轻狂嘛。那时候就是快考试，我先一起努力，然后考完试之后就没有消息。这怎么让我想到？我先去洗澡喽，哪里电？刚刚手机没电。你有？你是没朋友吗？对方有这样跟你讲过吗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。就是你自己手机没电。你的话我完全可以相信。我真的手机。他就没朋友啊。怎样？到底要怎样？都讲几集了，还在讲。这是被你在台面上讲的，反正就是他们应该是乱打炮吧。哇！我听过，不是我遇到。哦。大家虚假造假。我之前做过中国一些顾问的角色，服务过案件有上千位。另外一半一直联络不到，一直关机，隔天才通了。太扯了啦！所以说手机没电，没注意到睡着。我觉得太扯了。像我的个人手机是绝对不可能低于60%以下。原谅我，我会改。原谅我？来来来，我好奇你的，我好奇你的。几乎每次犯错都会说，就会没有改。所以你有给他们总结一句是什么？再给我一次可以犯错的机会。哇！我跟你讲，这叫什么？你下次就说你是狗改，我吃屎。我也是遇过这个，然后没发现到就是会一直重复累犯，所以后来这个人就拜了，也没有必要继续咯。现在这样不好吗？这超渣，就说是维持着暧昧关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类似这种。有，你又有了。我常对别人讲，反正我大学时期就是大学渣男。哎，科普一下，我大学时期的大一啊，有11个人追我。11个啦，我就说11个人骗你吧。来，把他走出来。底下你可以。至少有7个说脸书好友。那一幕发出来的时候，传给他们就是没感觉了。嗯，你们没有、哦？没感觉哪里渣？他就没感觉啊。他很诚实啊。我就不爱你啊，怎样？怎么没感觉？是因为他偷偷跟别人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才跟你说没感觉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那时候有眼线啊。哦。之前他有先跟别的女生做一些等等的事情，像我都是透过别人讲的，透过别人讲的。我要示范，他这样子，他说：“哎，这是你的发圈吗？那你这个给我，我帮你保温。”他是女朋友哎，乐色，乐色就是。你敢遇？不要遇到，我要打渣男。我还不想交女友，你哦。我讲，他想交男友。OK 哦，乐福乐福乐，不要乱讲。我是听对方讲说，你是不是在追我？但我现在不想交男友。哦，我是被讲的那一个，然后后来他就偷偷交一个女朋友。他不是不想交女友，他是想交你这个女友。靠北啊！不愧是渣男。有时候直接讲就好了。当下真的不想交，可能明天就想交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你认同这种说法吗？不认同。对，在这上，好了，那这次呢，就是我们的渣男渣女语录排行。那我觉得应该是我最多。那海底捞。什么鬼啦？谢谢大家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请2顿，我请1顿 ，OK 吗？瞬间笑不出来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渣男语录，你听过几句？还想看我们拍什么主题？底下留言。好，以上喜欢频道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
换你讲啊。啊，那下一句什么？别忘了。